大家好啊！大龙现在在陕西西安呢，我是来好几天了，没吃这个叫什么泡馍。我今天回来尝一尝。这个是什么老米家的？我现在在这个街，就可能是回民街啊。我尝尝，没吃过。啊，普通牛肉泡馍。来，这三个前面点。啊，好。是菜单，普通羊肉泡馍，优质，绝了，优质小炒泡馍，挺贵呀、啊，奢侈一把啊，这个38的，哎呦，啊，我哥你别喊我啊，我进来了，不用，是不是咱把灯付，还是买几个灯？那卷脚板再试一下，给我来个38的吧，38的羊肉泡馍。这不行，要是那样我像个大傻子似的啊，我也没吃过呀。给我一盘这个糖蒜啊，然后给我炖肉，所以让我等着，你等着吧。啊，没吃过，38贵不贵？38。行啊，等来了再说吧。这是我真是没吃过啊、哦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会儿吃吃看吧啊，等来了我再给他录。啊，我的这个羊肉泡馍上来了啊、哦，我没吃过啥。他为什么要配糖蒜呢？糖蒜怎么吃啊？这是合理吗？嗯，天哪，我尝尝怎么样啊？羊肉很多呀，嗯，挺好吃，配点醋，配点醋。这糖蒜什么意思呢？不懂。哇，这个羊肉挺多呀。把籽掉了，怎么没有籽？嗯，好吃。啊，第一次吃这东西啊，我来好几天了，第一次吃。你说里边这？这个粉条不错啊，嗯，这个糖蒜也不错啊。哇，好吃啊！你怪不得这么贵呢。我这一碗是38，还有48的。叫什么叫老米家？还有人，但是不多哈。哦，泡馍是挺好吃啊。不是，我拿个自拍架好了。啊，行啊，这么地儿吧。看着挺有食欲，是不是？看，挺大一把，怎么？挺好吃，羊肉挺足，我看羊肉。第一次吃羊肉泡馍，感觉不错啊。然后，咱们来个勺子更好，为什么都是筷子呢？好像。
行吧，我先开吃了，不给大家录了啊。